其实如果解完任务的话，牌组会很快，会超快的减少。搞不好可以放克苏恩进来。对啊，他超怪的，他不是奇数，然后也不是，他不是奇数，然后也没有挂任务。吧，笨猛又无一，给我签名。号召出来少打一下，没有啊，刚刚那个光钢铁狂怒者是冲刺，他号召出来是不能打脸的。还是这一位啊，号召战。我们现在里面的手下是机械剑、龙巫妖王、粘衣喷洒者跟哈佐诺克斯，这只可以动了。哇哦，大胆的选择。
终结了。啊，我忘记会发生这件事。我不想变，这样我就不想变身了。算了，因为我们只剩下一张回击啊。我们刚可以想办法来抽黏液喷洒者啊，而抽黏液喷洒者的话，一定是被秒解，我觉得啦。就把黏液喷洒者配上哈佐诺克斯，可能是比较好的做法。我们先变身好了。生命循环终结了。瘟疫和腐坏。所以，你可以再打一张放马过来之类的吗？嗯，慢慢。这样其实我有点怕他。有点怕他把武器吃掉了。哇，要降费了。那我们可以保证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牌了，我是魔法巨人，他们长得可真快，瘟疫和腐坏。OK。总不能两只都沉默吧？憨憨帅帅，这边表示崩溃。自爆吧！虽然对面玩的牌子也有点憨啦、啊。我想想。清刀，他只有一把、哦。主要是蓝龙哦，他这样感觉应该是蓝龙。哇，直接硬解。
What the fuck?所以这里面还可以拉出钢铁狂怒者，或是另外一个受诅咒的信徒，然后都会马上解完任务。所以就算等一下下一抽很烂，我们还是可以秒解完任务，哇，直接硬抽四张。然后解完任务之后，我们可以五加五直接再出这个巴奈博斯。他应该有消失吧？他没有消失的话，我们场面就赢了。OK。然后再多解一点啊，大大，你要死掉啦！还要再多解一点啊，大大。OK。这样就活着啦，有没有简单？生命会腐烂，腐烂有生命。这棋有点衰。所以这要打出是不是哦？所以那个项目之患不会直接复制两个。刚项目之患有可能会叫出任何一个手下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点衰的。赶快烧一张牌。工会招募员招工会招募员。哦，我还没有变身，又缴一张剔骨，这样要死好像有点难度。刀花。给我签名。对啊，我是不是赢了？我有种感觉是，这里面他应该是狗头。哦，我还是无限狗头人幻术师。那这样他要怎么办？啊 ？What？What？ 你想逃出死亡阴影的笼罩？生命的循环终结了。
二分之一。他没有拿到蓝龙，来干嘛？乱打一通，乱打一通。浪费了一个花瓣。哦，没有，他先打花瓣，让那个影镜像不是花瓣，然后这样还是浪费一个花瓣。他连他没有带那个吗？背刺吗？成长。这套到底是什么？这套就是中规中矩的任务得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么中规中矩的任务得，你还看不出来？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哦，我也有滋补，开心。其实有点想抽牌，还是跟上好了。OK。先敲好了，这一副牌量其实还蛮少的。这个一定会拿到那个受诅咒信徒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打巴纳博士出来。自然化有那么一点憨了，所以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这副牌会少得很快，因为有这种号召憨仔。
生气了，我生气了。好像应该先下，是不是？这里面只剩下真俊领主跟巫妖王。他只有一张灰啊，他在干嘛？他没有死吗？好像还真的没有死，这样刚好死掉。What the fuck？ 打得好，辛苦的哦。如果这一副真的。疲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再看。